熟一分也是熟啊，熟识一个人也是。我相信每个人都很想，但是我们没有对于。你有退路了？哦，人的潜能都是跌到谷底的时候，就要跳起来，放轻松一点。就像这种讲，一分也是输，十一分也是输。那我们如何在今天这样比赛创造我们该创造出来的？今天过了就过了。当你没有退路的时候，你在球场上你会做什么事情？那你回去好好想想。到了球场，只要被咬一口，我们一定要反咬回来，不管用什么角色。在球场上就是，好不好？加油来，加油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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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加